隐身于金华街上的咖啡小自由，让人们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去放肆，去享受。浓郁的欧洲复古典雅风格，意外的有一种别致的清美。除了咖啡，这里的威士忌小酒吧以及再昂昂的点心铺，似乎呢也和店家的装潢十分的般配。在庸庸碌碌的生活当中，被禁锢的身体、思绪以及灵魂，真的需要偶尔放肆一下。因此，你不妨找段空档，来到咖啡小自由这里来，给自己一点小自由吧。